今天晚上还是继续给大家聊聊技术啊，这个大家别问我讲啥，你们想听啥，行吧？你们大家把自己，近期出现的这个问题，给小孙打到弹幕上，我们可以交流交流，好不好？对，上人，咱们先上上人啊。大家最近有遇到什么新的问题吗？或者说感觉自己有哪些技术总是感觉解决不好的，那可以跟小孙咱们打到弹幕上，行不行啊？跟你们讲讲。前后不发不会是吧，反手用多了网球肘了，它不是因为你反手用多了是吧，你反手用的再多有樊振东多吗？没有吧。啊，有以前格林卡多吗？没有吧。但人家为什么没有网球肘？那是因为你的动作，你的发力是不对的，是不合理的啊，所以说你会感觉你的肘会疼。摩擦不好球啊，搓球不转，是吧？这个水平越来越拉垮，成天练习，那可能就是你练球的这个一呢方法不对，那也有可能是这个赛练会出现这个脱节的情况，对吧？反手位半出台球，反手位半出台，你其实大家想啊，其实正反手啊，虽然说它的击球位置不一样，它的动作结构不一样，但是它整体你看，包括对于这种长短球半出台的这种处理，它都是需要一个同样的东西。你看，比如说咱们正手抢拉半出台，我们是不是要到这个击球点啊？不能等到台子下面，不能太晚，球拍不能拉太多，是吧？人要靠进来一点，这个状态去拉半出台，那反手一样，是吧？手也不能拉太大，也不能往台子里边伸太多，哎，在这里擦一蹭，不就起来了吗？一样的啊。拉上旋总框瓢，什么叫总框瓢？反手拉球绷不住啊，容易甩手臂，包括这个拉上什么框瓢是什么意思？反手能拧搓过来的球吗？当然可以。那你得，朋友们，任何技术它都能去处理，对吧？任何比如说短球，也什么球都能搓，都能挑，都能打。这主要是看你运用的方法，对不对？你的步伐、你的意识、你的判断准不准？所以说，大家你们再去，我个人觉得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问题啊，就是技术呢，看似什么都会，但是呢，你们这个会不精，也就是说，你的这个会不是说因为你对于这个球的理解深，你只是单纯会掌握了一个基础的动作啊而已。就比如说现在，哎，帮我发一个，咱们给大家看看，比如说像这个正手短搓球。对吧？人给我发个下旋过来，那给我发个下旋过来，这是下旋啊，我也能照样，都也可以去搓。那人家发个这种上旋球不转过来，哎，我也通过有卸力是吧？有加转，哎，我也能给它剁得下去，对不对？这叫会搓了，你会用了，你能拿这个技术在比赛当中根据对手的球速、高度啊这些能变化的时候。你就进步了，而不是说大家单纯的只会去学一个动作，那是没有用的啊。对，欢迎大家走到直播间啊，进来之后先把点赞去点一点上一上哦。我们现在先上上人，然后呢，大家可以把自己的问题啊，我们都打到弹幕上。我现在可以先给大家呢去交流交流。对，遇强不弱嘛，遇弱不强。对啊，很多就是这种就属于什么一瓶子不满半瓶子逛的。对吧？你跟差的，因为你不稳定，也容易输球。你遇到水平比较好的，你也能会掰扯两下，你也能给人打得起来。这就是遇强则强，遇弱则弱，其实就是一瓶子不满半瓶子晃的，对不对？其实就是这么个问题啊。其实还是大家要提升你的整体的能力，整体能力强了，这种问题啊就不太会出现啊。正手重心。在右脚的时候，后右脚跟是离地的吗？总基本不可能啊！啊，你右脚跟离地往上这样压，你自己试试，你的脚趾头受不受得了？它根本受不了，不可能啊！正手拉上旋拉不好，那这样吧，朋友们，今天呢，我也会给大家去分享一些这个小方法啊，也是帮助大家，咱们很多朋友啊，就是提升一下你们这个比赛能力。行不行啊？我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些这个小干货啊，就是呢，东西比较碎，比较杂啊，它不像说一个
主要的一个技术，我跟你们分开好多点去讲，我今天可以给大家去专门讲一讲啊，大家你们在比赛的时候出现的问题，好不好？来，我想问一下大家啊，这个如果你们现在在比赛有遇到什么样的困扰，你感觉在比赛当中哪种球接不好，或者说你哪种思路感觉不好，或者说你遇到了什么难题，咱们现在打到弹幕上，好不好？咱们打到弹幕上，今天给你们去讲讲比赛，给你们去讲讲比赛，行不行？好吧，对，大家你们把问题打到弹幕上，我今天就针对于咱们直播间打到弹幕上的有关于比赛的问题，我给你们讲一讲。也就是说，在咱们现有的基础之上，那我们怎么能通过对于球更好的一个理解，所谓有更好的套路，然后呢能够应对到比赛里边去，行不行啊？比赛紧张是吧，这怎么去缓解，怎么去提高你的比赛能力啊？兴奋不起来，包括这个步伐跟不上啊，或者说正手长球以及什么这些球接不好，对吧？半出台球拉不好，节奏掌握的不好，脚不行。对，你要想练节奏的话，你的脚底下一定要好啊，平时练的基本功也用不出来，那肯定是用不出来的。发球后的衔接不好，好吧？那这样咱们今天小孙呢先给你们讲一讲，在发球，自己拿发球的这一分来说啊，就咱们先去站在发球和接发球的角度先讲讲，哎，咱们在发球抢攻这个环节怎么去给它做好，然后呢人家在发球你去接，你接了发球怎么去做好一个防守，行不行？好，那我现在就开始讲课了，大家给小孙持续的点点赞啊。今天我给大家讲的第一个话题呢，就是发球抢攻的这个衔接。首先呢，发球再到自己抢攻，我们首先要平衡好自己发球当中的一个心态啊。这个所谓的心态具体指的是什么，就是指的很多朋友每一板发球的时候他出现了节奏乱，这个不受控。就很多球，很多朋友啊，你看你发球的时候啊，很多时候是这样拿过来就发，越心急越着急，球拿过来就发，结果有的时候你想发短的，结果一不受控发了个长的，你想发长的，一不受控一哆嗦出来一个短的，可能半出台，对不对？你感觉你的发球根本不稳定啊。包括很多朋友说他着急呀、啊，他紧张啊。我现在教你们一个小方法，首先大家你们在去发球之前一定要干一件事儿，就是什么呢，先有一个主动的停顿作为准备。这个停顿时间大家你们可以掐好秒数，基本要掐到2到3秒，基本要掐到2到3秒啊。也就是说你看，我在比如说现在要去比赛，我现在要准备发球的时候，我的一定是先干这个1、2、3，我现在这样子再去发，大家看到了吗？这个过程是干嘛的？这个过程是先给自己平衡调节好你的呼吸，然后呢我们利用这一两秒的这个时间，也要想清楚这个球我要发什么，我要发到哪里。甚至咱们直播间的朋友可能你需要多停顿一会儿，为什么要多停顿一会儿？因为你可能也更需要琢磨琢磨。我举个例子，咱们现在想发个长球，你可以想想，哎，小孙教的这个长球需要哪里使劲来着，对吧？这个第一跳我们应该怎么去注意，对不对？很多球拿过来慌里慌张发个长的失误了，那我们怎么办？先准备好哦，长球第一跳离自己近一点，多用点胯的力量，1、2，哎，你看我现在就能发的比较稳定，是不是？所以说大家你们在发之前一定要先通过这个，要琢磨一下，要调整一下呼吸。其实很多朋友都无所谓，我看到最夸张的是什么，很多业余球打球的时候他不在意，他恨不得捡球人还没回来呢啊，就边回来边把这个球就直接发出去了。这是我看到有很多的，或者说拿过来这个球就发，你这样对于你自己的发球不受控，你也这也可以代表说明什么，你对于你下一板的抢攻一点都不负责任，真的是你对于你下一板抢攻一点都不负责任，你根本都不知道要发什么，也不知道我要发成什么样，我要做什么样的准备和衔接。你上来肯定是对的，说的是你，是不是？那很多朋友就真的啊，走着走着半路差不多走回来了，球就先发出去了，哎，捡个球，哼，就这样发出去了。你觉得你的球能发好吗？你肯定发不好
那你肯定发不好，对不对？这个是很多朋友都不注意的，一定要通过这个时间调整呼吸，平衡好自己的心态和心率，然后呢思考一下你发球的时候需要注意哪些点，然后再想想发了球你要干嘛，这个是必须要去想的。你知道为什么很多专业运动员他这短短一两秒他就能够想明白，很多球说这一两秒我怎么可能想那么多事儿？人家有的时候再去捡球的时候他已经就在琢磨了，回来的时候已经琢磨了，也就相当于人家琢磨好了，一准备调整一下呼吸，一二啪，就要去做下一板的准备和衔接了，是不是？其实很多朋友啊，你这些环节都没有去注意，这也是你导致你发球不稳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在里边，带你们自己琢磨琢磨，是不是啊？所以说呢，大家不要去忽视这些细节，先要有个停顿，你利用你捡球的时间或者对手捡球的时间，想想下一板要干嘛，发什么，然后呢通过一准备调整好呼吸，你就能够越能发得好。并且大家你们自己想想，为什么大家说跟马林打球啊，他们很多人都说跟马林打球都会觉得很难受很恶心，但人家呢就是想得多，他节奏慢。包括大家自己想想啊，如果说我现在我拿过来球就直接发，或者说我稍微一放直接发，跟我多放个三秒，大家你们知道会给对手带来一个什么样的难受点吗？你沉不住气，对手比你还沉不住气，毕竟对手是接你的发球，对不对？他接你发球的时候啊，他自己肯定就慌，并且呢接发球他是要有一个准备启动，并且对手接你发球他要需要盯球，要盯你这一瞬间的出手，盯你这一瞬间的这个动作和拍型，他必须要高度集中注意力花在你擦摩擦球的这一下，他要去盯得住。那大家自己想想，我现在耗了放个两秒三秒甚至四秒的时候，你自己想想对手呢，他这个样，哎，怎么还不发？他肯定会这样想，怎么还不发？他一想还不发的时候，他就容易做一个这种动作，大家去看看啊，一准备他的人就会重心随着你等待你的发球他会越来越高，整个人的紧凑度会越来越差，注意力集中度也会越来越差，然后这种时候啪你一抛你一发，能够给对手带来的这种节奏感会让他特别的别扭，他会特别的难受，明白了吗朋友们？哎，一边说话一边发球，对，一定要专注一点，一定要专注一点，这种东西一定要去养成习惯，对不对？所以说你看一定要再把这两秒给他做好，把你捡球的时间和等待对手捡球的时间，把这个时间利用好，才是能够平衡你的心态，平衡你的节奏，提升你发球稳定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因为其实有的时候这个时间对于你下一板要干什么，你基本上脑子里就捋得很顺了，是吧？我只有想好了啊，我现在大家看我怎么算球啊，我想下一板发个正手短的，发个正手短的，然后呢对手基本上只能搓长，我发他正手短，他如果说搓我短的我就搓回他反手长，他如果说搓我长了我就直接尽可能的去起板。好，那我这样发了球我才知道要去干什么，对不对？或者说我这个球我要偷个这个长球，偷个奔球，对吧？那我想我发了奔球，对手就两种情况，要么他很快借着我的力过来，球很快我要接着去衔接去跟上去打上，要么呢对手他可能就会接得飞，对吧？那所以说我们做好困难准备，做好对手可能直接上升期他盯住了我的偷长球直接快速我的准备，好，那我盯过来人家一接啪，我有准备，这就好了，大家能够明白了吗？所以说一定要去增加你的准备时间，一定要去增加你的准备时间。这个时间你朋友们三四秒四五秒的话裁判不会管的，不会管的啊，这个没有特别的限制。你如果说你耗个三四二三十秒那是肯定不行的，你耗个五秒钟，就比如说我慢一点啊，你看啊，一二三四，你看我也去从第五秒才开始准备发的，对不对？一样的，能明白了吗？来，大家刚刚对于这个细节
说准了你了，也觉得确实有帮助的话，大家666打一波，好不好？大家理解的朋友们，666在弹幕上打一波啊！我跟你们都是，啊，跟你们分享的这个很有用的干货，看似不起眼，看似无所谓，往往就是导致很多朋友这个打出来的球不专业、不职业的一个原因点，对不对啊？好，那大家对理解了咱们打的666啊，那我现在给你们讲下一个细节。下一个细节呢，就是说咱们在发球的时候，发球抢攻，发球抢攻。那大家要知道，这个环节它是需要算球的，是需要算球。我给大家去分享两个啊，分享两个最让你方便于抢攻的发球，最好算的一个球，就是什么呢？第一个，纯的转和不转。也就是纯的下旋或者纯的不转，就是没有侧旋的，没有侧旋的。那这种球有个什么好处呢，朋友？因为首先第一个，对手啊，你身边的朋友，我觉得能够你发了短球上去直接摆短的少之又少，对不对？大部分都是直接搓过来长球，它能搓上就不错，摆短几乎很少，不太有。那大概率都是搓长。那我们现在就要想，我怎么能够通过它的劈长让它搓的质量低一点，搓过来的命中率低一点，搓过来给我们的难度低一点，我能好抢攻。那其实就是这个纯的转不转是最有用的。那这个发球呢，为什么大家你们看看啊，像樊振东他们，包括马龙他们，有的时候啊，一开始可能又是逆旋转，又是左侧旋，又是右侧旋，但是真到了有的时候10比10、8比8的时候，哎，往往都会换成这个纯的转和不转。大家你们知道为什么吗？因为这个发球对手呢，一他借不太上力，第二个他借不太上转。什么叫借不太上转呢？第一个，他的转他主要是借不太上侧旋。来，大家看看啊，我现在比如说让对手给我发一个纯的下旋，纯的下旋，我正常一搓，你看这个球也就是一个纯的，它不会有侧旋，对吧？那如果说现在对手给我们发了一个比如说左侧旋，大家看这个球落了台子，它就拐弯了，我错过去这就成右侧旋了，对不对？那他现在发个勾手呢也是一样，你看这个球拐了吧，对不对？因为是什么？因为我错过去的球它有侧旋。那这个侧旋是我自己主动加出来那么转的吗？根本不是，而是说我是借助了你发球的旋转，发球的侧旋。所以说呢，大家你们平常一定会发现，当对手过来的球侧下旋往往要比纯下旋要更加的难拉。当一个球有侧旋的时候，我们失误的概率会更高。为什么？因为侧下旋它是侧旋加下旋形成的一个组合体，对吧？它相当于给你造成困难的有两种旋转，一个侧旋，一个下旋。那如果说人家搓过来是纯的下旋呢，那是不是它再转它也就这一种下旋而已，它没有侧旋？大家自己想想是不是道理。所以说你会发现人家下旋啊过来的球啊，纯下旋，你看这种的我拉起来很简单很好拉，反而对手给我们去发这种右侧勾手这种的，我得需要可能加更多的摩擦才能拉得起来，是不是？那比赛那我们肯定想让自己怎么舒服怎么来，怎么简单怎么来。那我们现在就要让对手有点借不到我们发球的转，他一搓只能搓一个纯的下旋，纯的这种可能半转不转，那我们拉起来不就简单了吗？是不是？那包括刚刚讲了一个是旋转，第二个就是让对手借不到力。大家你们知道哪种球接发球的时候咱们最容易失误吗？有的时候真的不是说你看不清对手的侧上旋和侧下旋，最恶心的一种球啊，就是他过来发的球一点劲儿都没有，软绵绵轻飘飘的。这种球呢，你会发现你如果说人家发了很轻很慢，你强行去加转加质量的时候加速，你会非常容易失误。你为了保险起见，你把你的接发球的质量也得进行适当的降低，那对手不也是一样吗？所以说呢，大家平常再去这个转与不转发球啊，要多练。并且这个球我们不要求我的旋转一定要发到死转，
没有必要。我们甚至发那种半转半不转，这样都可以。但是我唯独就要注意，我这个球一定要发的飘一点，不要去发死力啊，发的简单一点，对不对？那对手上去就抱拧你吗？抱挑你吗？不会的，你只要这个球其实只需要做一点，你只要发的球够低就行。你这个球只要发的够低，对手一点招都没有，摆短不好摆，老老实实就得劈长，劈长嘛加死力，他要容易丢球，然后呢只能稍微减点质量。那这样的话，他凑过来的球又没有多么高的质量，又没有多么好的旋转，你说你拉球是不是就好拉了？啊，但你们自己想，这样的话你的拉球是不是就好拉了？对不对？其实有的时候大家打发球抢攻，大家业余爱好者有个通病，就是什么，打得太复杂。那你越是技术能力还不到家，越是想弄那些歪七扭八的花里胡哨的东西，对不对？那有的时候很多朋友你会发现啊，他平常你看啊，有个朋友跟我说，他说小孙，我以前练就随便发个破球，我随便后面打打，感觉有的时候水平还行，我反而他说我现在又发逆旋转了，又发左侧旋了，又发勾手了，那反而让自己后边很难受，是不是？所以说大家也不用要强求啊，我什么发，我这个一定得会，一定得会，一定要把质量发多好。嗯，不用，没有一定这个必要。所以说呢，发的简单一点，你的抢攻就能简单一点，明白了吗？让对手使不上力，让对手借不上转，这你才叫发球发得好，这就叫把发球发得恶心，让对手恶心。有的时候我发得很转，我发得死转，对手其实没有什么劲儿，借着你的旋转啪一搓过来的球，转上加转，最后难受的其实还是你。明白了，明白这个感觉了吗，朋友们？哎，所以说你看发球抢攻的时候，多建议大家哎，发发这个啊，纯的，是吧？并且这种球你非常好发低，但是你们自己想，有的时候大家去练勾手和练左侧旋，你发高的原因不就是因为你的勾手或者逆旋转，它会涉及到什么动作的铲，什么动作的勾，对不对？重心的大幅度的转换，包括你左侧旋你往上挑往上提，是不是很多情况都是这么弄高的？你包括发的想死转的下旋，你就会拼命的往下剁，往下剁，你又吃不住球，结果一砸，这个球又砸高了。勾手也是下旋，啪一砸，砸高了，对不对？那你说现在我跟打个水漂似的，看着发了个什么玩意儿？其实这个发球老厉害了，特别有用，明白了吗？这种情况下，你看他现在让小曾正常给我搓一个啊，你看我现在发个这种球，我再去。哎，衔接的时候我就很简单，你看对手一搓也容易搓高，那这种球你看他为什么容易搓高，我也没有让小曾故意给我搓成什么样，而是说我发这个球就是半转半不转，你当下你当不转球去打嘛，你看他很容易下网，你当个这个下旋球去搓嘛，这个球微微有点冒高，大家看出来这个球有多别扭了吗？是不是自己处理不了自己的球，这是咱们业余爱好者最容易出现的问题，光想着我这个发球，我是不是发了勾手我就能转死他，让他接不上几个发球，但是人家一旦接上，难受的就是你。所以说在比赛的时候，千万不要觉着只有发出这种高质量的勾手这些东西才叫专业才能赢球，不会的，你发个这个也能赢球，一定要让自己舒服，千万别给自己较劲，理解了吗？那直接翻挑可以啊，可以，这种球是可以直接翻挑，但是呢我觉得如果说啊，你让马龙来，我说发这个各个翻死我，翻到我11-0，那我也不太信，更何况大家你对你的对手，你身边的球你发个转面啪上去就翻挑，来给我发一个，朋友们，这种想翻死你的话啊，至少得这个质量，至少得这个质量，谁能做到这个质量各个不失误啊？对不对？不可能，明白了吗？啊，来，刚刚这个细节点大家理解的，继续666扣一波。我今天就通过发球抢攻，包括接发球的防守，给大家多去分享一些在比赛当中技战术的一些技巧和细节，因为这些技巧和细节你光平常练动作的时候你是感受不出来，因为这个东西一定要有比较足的经验
啊和体验才能有，所以说呢我有我就分享给你们，让大家少走点弯路，好不好？对，然后大家也继续帮小孙点点赞，好吧，也点点没有点过关注的朋友咱也点点关注，好吗？哎，好，那我现在继续给你们讲下一个问题啊。那下一个问题呢就涉及到发了球之后的一个还原，那发球之后的还原，首先呢大家在去发好球之后啊，大家一定不要说站在原地去看，因为其实很多朋友们他发了球有个问题，他会容易泄气。什么样容易泄气呢？他就是发了球之后他整个人啊跟松了口气一样，整个人直接就架起来了，整个人直接就站高了，就有这种感觉。你搓一个来大家去看看啊，很多朋友的抢攻都是这种感觉，发了球之后你的人站起来，重心都没了，对不对？这种情况之下很多朋友说我步伐不好，我感觉自己动不了，我感觉自己反应慢跟不上。不是的，这是因为就算你眼睛看准了，你脚知道要动你也动不了。为什么？因为人的重心越高你越动不起来，你越动不了，只有重心低且前倾，你的脚前掌才能动得上力，你才能可以移动，明白了吗？啊，所以说大家在发球的时候，你看无论对手给我们下一板的球是长是短，我要积极主动的向后做一个垫步。来大家去看，哎呦麦差点掉了，稍等啊，来再来一个啊，大家去看，发了球之后我要积极主动的向后做一个垫步，好不好？你脑子是不是有点毛病？下话说的是我啊，你脑子是不是有病？好不好啊？大家你们自己琢磨琢磨，是不是这个道理？发了球之后要积极的向后啊进行这个撤步，你有这个撤步了，你才能够给你下一板的击球处理球啊要腾出这个时间，好不好啊？但凡小脑健全的都不会想到是我，好不好啊？不要什么他妈孙某就往我身上扣啊，我不骂你，我不干你一顿就好了，给你面子了。来我给大家去说啊，大家去看啊，发了球很多朋友你们的问题，你会发现第二板的衔接，第二板的抢攻，先把这哥们儿处理一下啊，第二板的衔接和抢攻大家有点来不及啊，大家有点来不及，对不对？那你的来不及的原因是什么？你和球之间贴得太近，你没有足够的时间让你去处理球，对不对？更何况你还想主动放慢节奏干嘛？那是不可能的，对吧？放慢节奏你要给自己的跑动的调节处理甚至是过渡，我们都要预留出时间。所以说大家想要留时间的时候先去留空间，先去要留空间，你空间有了，这个球才不会快速的到达你的身上，你才有时间去处理这个球。大家能够明白这个意思了吗？对不对啊？对啊，他不就欠吗？你说啊，所以说大家你们要知道啊，我们在去这个打球的时候，这个积极主动的这个往后的这个垫步，看我现在给你们做一个没垫步和垫步，大家看看这个区别有多大。你看啊，这个球我没动，我也没有刻意去往前找球，一下子就到我拍子上来了。你看如果说往后垫个一步呢，我是不是等了一会儿这个球才到？那我现在这个球我的主动权就在我这儿，这个主动权就是在于我可以根据这个球给我造成的难度以及这个球的高低各种情况，我可以选择是下降期拉个高调，如果说有机会我也可以去迎前上步来一个前冲。但你们看啊，如果说我现在是不是有时间把球等一等拉个高调？那如果说这个球你看我觉得可以拉，我可以现在直接上步迎前拉个前冲，这就叫主动调节自己的进攻手段。这个调节就建立在有时间，这个时间的前提就是先要有空间，先要有空间，明白了吗朋友们啊？所以说大家要知道啊，大家你们自己琢磨一个原理，你往前跑快还是往后退快，一定是往前跑。所以说呢大家不用太过多的担心对手给你了这种短球这种半出台怎么办，你往前上
总比你挤住了球往后退要来得及吧，是不是？所以说咱们顾量顾短和顾长，特别是在抢攻这个环节当中，一定要顾着长球点，跟接发球不一样，接发球是先盯盯短的，对吧？防止咱们接发球提前去引拍拉手。但是对于这种抢攻嘛，我们不可能把主要的着重点都放在短球的抢攻，肯定要多去放在长球。这样的话，正好长了有空间拉，短了呢，我再去往前上步，就都可以了。大家忘了啊，大家帮忙，朋友们，现在是9:42，小孙9:45有个10万点赞的一个数据考核，大家能不能给小孙帮忙，给我上点赞，好不好啊？我这个尽量不去打扰大家这个听课时间啊，大家帮忙，咱们辛苦你们一两分钟，帮我完成一下工作任务，好不好？哎，对，我现在继续给你们讲课啊。所以说呢，你要继续往后有一个垫步。那如果说对手啊真给你发回过来的白短，他真的给你回得很短，这个有点长了。比如说像这个白短啊，你这个可以啊。对，大家看，他比如说这个白短，摆到这个程度，这个短，那很多朋友说，那我是不是来不及啊？朋友们，第一呢，你来不及，你的原因在于哪？你的原因是手离拍子太远。所以说呢，大家要知道，我让出空间之后，我再要去击球的时候，让空间是第一步，第二步击球的时候，我的球拍大家要知道一定不能离球太远，包括我的身体也不能离球太远。也就是说，你引拍蓄力创造点空间没有问题，但是你不能说离球太远。包括大家你们想，如果说我发了一个球，对手给我搓了个短的，或者说半出台，你处理不好的原因不都是这样吗？你不都是因为这样才来不及吗？对不对？不管直拍横拍的都是这个问题，都是这个问题。这个原因是你腿上不来吗？不是，而是说你的手你的拍子离球太远了，对不对？所以说这才会导致你够不到球。所以说之前小孙一直跟你们讲过，在判断好球的时候再去做你的引拍和拉手，对吧？要减少自己的拉手，也甚至可以说不拉手。你看这样的话，我能来得及了吗？朋友们，是不是来得及了？我刚刚都是往后撤了一步，见了短球再去上步，来不及和来得及的区别点就是在于我的拍子离球太远就来不及，我拍子离球近一点，我就能来得及了，对不对？所以说你看，对吧？给我个有点小高了，我可以上去搓，不上去挑都可以，对不对？那我现在能处理球，包括我现在去回短，哪怕我现在有这个能力，我去回个短的我都可以。这种处理球叫积极主动，明白了吗？这叫积极主动的去处理球。很多朋友是什么？被动。你被动的话，就算就到球，大家去看，我没有这个垫步，我发了球比如说给我P5个长的，我尽管也是在拉，这种拉就叫被动去拉，换来的就是对手可能一个无情的爆拍，对吧？那如果说人家给我短的，这种情况下呢，这就叫救球，是不是？你看着也没失误，但是呢不主动，过去的球没有任何的质量，对不对？所以说你看，当我现在有垫步的时候，我的对于每一板的球的处理长短都行，然后大家去看，我现在就能做到我是主动再去进攻，对不对？你看我发了球是不是都去往后撤个半步，是不是？因为你看啊，我的脚还原是给上一板的发球去进行还原，也就是先把上一板发球的事儿给它干完。因为你发了球整个人都压到台子里边去了，你得先出来，是吧？也是为第二板的抢攻和处理球腾出空间，最关键是腾出时间。你有时间击球了，来得及可以主动加质量，你来不及你可以去过渡。就好比哪怕我反应是慢了，我的，我可能这个球想去挑，慢了我可以去搓。这样的话你看，你是主动还是过渡都是在你自己的能力范围之内，你可以主动去选择，这样你的击球才能合理，
是不是？很多球你的击球不是不合，你的不合理不是因为你故意想要这样，而是被迫的，没办法，只能这个样。所以说解决这个问题最核心最根本的就是先把你发了球之后的垫步要做出来，往后撤个半步，这样的话空间感时间感节奏有了，你所有的击球处理球就都好了，就都好了，明白了吗？哎，好吧，这是第二个，往后退多少距离啊，往后退多少距离，你看这个没有相对于固定，是吧？我可能现在发了球，刚开始发了球，我距离球台啊，甚至是贴住的，那我现在发了球之后往后撤了半步，我现在可能离个啊有将近小半米的距离，这就够了。你也不可能说故意的推到这里去，你也来不及，是不是？你就很自然的往后一个垫步，留点空间就好了，不用太去纠结我到底要垫个多少，二三十公分三四十公分都行，反正你总往后垫了比没垫要强得多，好不好？来，大家理解的啊，继续弹幕上666走一个，就是两只脚往后一跳，两只脚往后，哎，这会吧，这会吧，这会吧，这就会不就行了吗？对不对？你往后撤，你还能怎么撤？好吧，这个是给你们继续输出的第二点干货，第二点干货啊。好，那我现在再去给大家去讲，下一个，再去给你讲下一个啊。刚刚是有了一个垫步了啊，然后再给你们说一个，就是很多朋友在发了球抢攻的时候啊，他的每一板的处理球的时候啊，他怎么这种感觉怎么给大家去描述呢？他就说很心慌，对吧？很心慌，这个心慌呢，他就感觉很多情况下感觉整个人是有点卡壳且不协调的，就是人容卡顿不流畅。这个卡顿的原因主要是出在哪里？就是在于大家你们脚下的步伐啊，脚下的步伐。让我到对面，我到镜头对面给大家看看我的脚底下吧，给大家看看我的脚下行不行？这样的话大家你们更好的能够看得清楚一点，给大家看看我的脚下的步伐啊，好吧，在这里啊，在这里就可以啊，只要留出点空。好，在这里给你们去看一看啊，大家看看我的这个步伐脚下，对吧？刚刚呢很多朋友问这个，想看看我垫步，这个垫步是怎么垫的，那我现在呢先去给你们做一个，你们先去看看我这个脚底下这个垫步的过程，好不好？你看我比如说发了球，很多朋友是这样站在这里，对吧？我是怎么样，大家看啊，大家看到现在我的垫步了吗？来，再往后再看一遍，再看一遍啊，看到这个垫步了吗？两只脚往后颠一颠，往后稍微跳一跳就可以了，你不用去做别的，这个就是这个垫步，这就是这个垫步啊。然后呢再给大家说你们卡壳的原因啊，就是大家看垫步它是还原上一板的发球的，那垫步完成之后，那对手的球它的节奏有快有慢，那如果说对手的球速很快，我们可能就会感觉我发了球，我刚做完这个垫步，我现在就可以直接进攻出手了。那如果说对手给你的来球呢节奏是比较慢的，人家故意放慢了节奏也好，还是非故意的也好，对手球慢了之后，很多朋友就会出现，哎，就会出现这种浑身别扭卡壳。我想问一下咱们大家是不是有出现这种问题吗？有出现这种问题的给小孙扣个一行吗？有这种问题的给小孙扣个一，就是说你的这个移动啊，就感觉人家节奏一变化你很容易卡壳，快的时候感觉还好都来得起，反而对手一慢感觉整个人就愣在那里了，是不是？那我给你们去讲讲是因为什么啊。这个就是脚底下大家想要去把节奏练好，球慢的时候我们要保持脚下的移动啊，要保持脚下的移动。这个所谓的脚下的移动，很多朋友可能会误解，他说我都不知道这个球在哪，球还没来我往哪儿动啊。这个移动指的是你不要让自己静止的站在这里等球，而是要在一种启动的状态下去等球，这种情况下可能需要你用一些碎步，你可能需要你去运用一些碎步去做，明白了吗？那这个碎步呢，大家去看，比如说现在让他给我搓一个这种小半高球，大家去看啊，很多朋友站那里，再高点，再高点啊，大家看，
很多朋友是这么再去处理球的，对不对？一直站在那里叫干等着，那我们要怎么等？动着等。但是你们看看我的脚底下啊，你看看我在等球的时候，我的脚底下在干啥，好不好啊？看到我等球的时候在干嘛了吗？我的脚在颠着，我的脚底下在颠着，看到没有？你要有这个垫步啊，加上你的碎步，你才能够有空间，之后才能调节出节奏，明白了没有？那我们要去慢慢的去动起来，千万不要觉得啊，很多朋友说对手慢我就慢，对手快我就快，听着没有什么大问题，但是这个慢指的是什么？对手球慢了是指的我们的击球点，击球的时间需要多等一等球才能来，这里慢。但是很多朋友对于对手慢了我要慢的这个理解，是建立在对手过来的球慢，我呢站在这里慢慢打，对不对？站在这里慢慢等，那这个就坏了。你看，其实我对于刚刚这种对手球慢的这种机会球过来之后，除了我的等球的时间更加长了之外，我其他所有的地方都没有一个减速，甚至要加速。大家你们看我脚底下，看到了吗？我的脚底下是在加速做这个碎步，看到没有？加速做这个碎步，我这样去加速去颠，加速去动，这样你才能保持一个什么持续的紧凑感，你才能够连得上去啊！你再上，你再要连着上去，明白了吗，朋友们？很多朋友，你是在处理球的时候，要么人家快的时候就跟着人家快，人家一慢就不行了。这种情况之下，大家很容易被对手牵着鼻子走，这个牵着鼻子走就是很容易被对手带着节奏走，人家快了你容易跟不上，人家一慢的时候你就容易卡壳，是不是？对吧？人家一给你一变你就坏事了，因为对打球对手的球本身它就是有高有慢，有快有慢，是吧？有低都有，什么样的都有，你不能说啊，我发了球我用一种方式，那是没有用的，对不对啊？所以说我们要动着去找球，动着去找球。万一回到右边呢？那我脚往右边动不就好了吗？对不对？那我刚刚在这里去动，我不是因为球在这里吗？那举个例子，镜头可能看不到啊。如果说球在那边的话，我发了球之后，我脚底下，我往这边动不就好了吗？不就够了吗？那球在哪，我的脚就往哪走啊？我刚刚示范只是示范的球在这里而已啊。那球在侧点呢，我脚可能需要再往左边去进行侧身。球在正手，我脚是这么去动，明白吗？对，你要在碎步当中去调节节奏，而不是说人家慢了，我要站在那里干等。这样的话，对手一慢一快，你就坏了；一慢一快，你就坏了啊，是吧？比如说这样啊，我给。如果说大家你们自己平常去练球的时候，我给你们分享几个方法吧，跟你们去分享几个方法。这个方法是什么呢？就是比如说我现在跟他打，你给我打对攻啊，打着打着他忽然给我个慢的啊。举个例子，咱们可以这么练，你看啊，对吧？我现在给他打着，打完，对吧？人家忽然说给我个球慢的，是吧？包括球高的，给他稍微高点那种，你看打着打着，对吧？啊。这里有个门，来，大家再去看啊，往中间点，对，啊，动起来，动起来。大家你们看我的脚底下了吗？打着打着，一看球慢了，立马就快起来，或者给到这里，给这里。来，大家去看啊，啊，动起来，动起来，动起来，也慢了。看到我的脚底下了吗？对吧？一看球慢了，啪啪，小碎步起来。但是很多朋友为什么你不行？你是这样的，站着打，打。这样就没了，就算你打上了下一把，人家回过来你根本没法还原，是不是？大家能够看到这个感觉了吗？来，理解的朋友们继续666打一波。所以说呢，刚刚我们说了其实发球抢攻的三件事啊。第一件事情是叫什么？要通过垫步提升你的
空间感，你要会还原。第二个，再要有碎步，你要会去调节你的节奏。这样的话，再加上你的合理的击球出手，你才能整体的把你发球抢攻的稳定性，它能够提上去。要不然很多球你会发现，你在比赛当中你输的那几分啊，它真的不一定都是对手给你打死的，很多情况之下都是你自己的失误而造成的，对手一举捡你的漏，至少能够捡三分，你的这场比赛打的就是很失败的，就很失败。你必须要做到，人家给你了，一旦有机会，你就能够把握得中，你就能够调节得了。这样的话，你的命中率高才是对对手最大的威胁，而不是说我这个一板击球一定要有多么大的力量、角度和速度。你上台才是核心，你上台才能核心，是不是啊？所以说大家你们就要注意，在比赛抢攻的时候，无论是从你抢攻之前那一板的发球，还是说从你第二板抢攻之后，你的这个整体的命中率，它都是要去，是吧？节奏、空间整合起来，并且要越简单越好，越稳越好，而不是说一定要越狠越好，对不对啊？我们是互相帮忙啊，中午需要我，我来帮帮忙；晚上需要他，就他来帮忙，这是互相帮忙啊，不是说谁是没有在谁陪谁啊。好吧啊，所以说呢，这个大家在去盯球的时候啊，除了刚刚这个，然后大家并且从发球和拉球的时候抢攻要多加一些中性球，来，大家把中性球打到弹幕上好不好啊？这个把这个中性球打到弹幕上，好吧，中性球啊，大家方便的话把中性球打到弹幕上。这个中性球是什么？对，中性球啊，因为中性球这种球在比赛当中，特别是对于业余爱好者，要多上加多，用的要多。这个中性球指的是什么？就是我们无论是从发球也好，你的抢攻也好，你的处理球也好，当自己可以能够控制我这板击球质量的时候，就比如说这个样啊，比如说就他投我一个正手，就比如说这个位置，我可以选择这种质量啊，哎，我的，我就瞎打了啊。我可以选择这种质量，也可以选择这种质量的时候，大家一定要去多去选择第二个，这个就叫中性球，看。这就叫中性球，多去有这个，少出现那种力量的极端。什么叫力量的极端？发特别大的力，或者说要么就是轻碰，一点劲儿不敢使的。所以说大家其实乒乓球最难的是什么？是控制，旋转的控制，力量的控制。那其实大家要多去注意对于力量的控制的练习，也就是说你无论你的发球也好啊，包括你下一板的抢攻也好，还是说你的接发球也好，你一定要控制住力量，包括在你的击球当中，大家要学会多加点摩擦，减少这种习惯性的这种叫拍球、撞球，要少多一点磨球。你一有摩擦，有稍哪怕加一点摩擦，它的弧线、它的稳定就会好。所以说，当然你们可能听到很多专业教练，他们会说，经常说的一句话，是吧？拉住，拉住，或者说加保险，加保险。什么叫拉住？加点保险呢？加点保险其实就是控制点力量，顺便多加点摩擦。明白了吗？控制点力量，顺便多加点摩擦，这个就叫加保险。但是很多朋友你会处理球就很容易，要么人来个球就是这样的硬生生拍过去的，要么这个球人家比如说搓得很转，你觉得有点害怕，然后呢轻碰轻戳，这种都解决不了任何的问题。所以说大家一定要去控制好力量。你看，你觉得这个球我拉过去，我这样拉，一我命中率高，我保险性会更强，对手能怎么办？最多防我一个吧，贴防我一个，怎么？难道你的对手都是直接侧身倒地反拉你吗？啊，或者拿反手直接暴抽你吗？我觉得应该很难，基本上队友就一个贴防。那我们拉起球来做到他啥也干不了，只能轻贴一个，是不是已经完成我们的目的了？谁要求我发球一定要发死他，我拉球一定要拉死他，都不会。
对不对？你大概你们看，平常越是打球能发很大力的，经常爱发很大力的，那当有些情况需要过度的时候，他就是，这个球就像烫手的山药一样，碰都不敢轻碰轻戳。越是你看平常看着打球没什么质量啊，包括那种防守比较好的、搓球比较好的、拉球呢也不去爱怎么发很大力，人家就是上台拉拉点落点，往往这种他在比赛当中占据的优势是非常非常大的，是非常非常大的，明白了吗？所以说这个东西它不是代表了一定就是让大家去过度还是怎么样，更多的呢是想让大家能够在拉球包括发球能够平衡好自己的心态，做多板的准备，一定要做多板准备。大家你们越想发力的，一定是想我就想通过这一板去解决对方，每个人都想这个球去解决对方，都希望对手回不过来，但是能想解决对手的不一定一定是靠力量，还有靠什么，靠旋转，靠他整我的稳定，我不丢球，靠的是什么，靠的是落点的变化。就好比现在给我一个半高球，我现在真的也可能不会这样硬拍人家，就稍微冒点高的，我可能会怎么办呢？啊，大家你们看过老瓦打球吗？他可能怎么办，哎，我现在可能就这么干，我拐他个大脚，或者说怎么办呢，哎，我现在我撇他一个晃他一个不都能得分吗？我凭什么一定就要冒着这么大的风险像硬拍人家呢？大家自己想想是不是，对不对啊？福袋从来没有中过一问，因为这个福袋不是给您单独去发的，是咱们朋友随机的，这是随机的，好吧啊。对面小曾他也从来没中过，他也从来没中过啊，他可能比你更加的疑问，好不好啊？所以说呢，包括你看发球，很多球为什么你说你发球的时候很容易一下子把这个球不受控啊，想发个短的一使劲儿长了出台了，对不对？想发个长的一使劲儿出界了，这是。然后呢，包括很多朋友说那我现在想控制的时候就成轻碰了，没有质量，什么原因造成的？不会控制力量。你发球大家看我是不是也是，你看力量，我包括我去发长的，我是发死力吗？不是，我也是控制力量，这就够了。我能做到我不失误，我做到我想发哪我发哪，发人反手也好，发人中间也好，是吧？我偷他正手也好，我不丢球。很多朋友啊，这个就开句玩笑，没有恶意啊，很多朋友就打球，我看到对面就凶神恶煞，是啊，咬牙切齿，就恨不得这样跟人发球一样，对不对？你干嘛呢？你图什么呢？是不是？你越是发长球喜欢哎猛着个劲儿这样发的，你发短球的时候要么就是也出台，要么就是哎，要么就是要轻戳轻碰，对不对？但凡是你看能控制好力量的，他无论是发短球发长球他都能做到。你看来短球啊，长球啊，短球，对吧？来长球，这就叫控制啊，并不是那样，对不对？大家你们自己想想，很多是不是发球都这么发的，对不对？你包括说白点，你那样发球，你通过你面部表情都知道你是发长的，对，乒乓球的细节很多，你眼一瞪啊，嘴咬一咬牙一切齿，摆开膀子准备要跺脚的时候，难道你还能发短的？不可能啊，对不对啊？所以说你看整体其实乒乓球的力量也好，它能越平稳越好，它能够上下进行调节越好，而不是说我只去用绝对性的力量的大和小，而那就是不行了，要平均要平稳。所以说你看我现在再去做一个正常的发球抢攻，大家去看我无论是从我的发球，你看大家有没有感觉我现在这个球处理都很轻松很轻巧，我可以比较自如的去勾它一个或者去撇它一个，你看我现在看起来是不是很舒服，我想怎么拉怎么拉，包括咱不去刻意的勾或者撇，你看这个球是不是处理的就很好。但是大家很多朋友呢，我现在比如说想发个短的就人家拉我了，要不然呢好不容易弄个短的人家凑我，就这个样，你说这样能打球能合理吗？不合理，一定不合理。
是不是？哎，这其实是很多业余爱好者打球的一个不好的地方，对不对啊？所以说大家要学会控制。其实小时候教练教给我们乒乓球的控制，它不仅是对于别的有旋转力量，对于心跳心率的控制，对于自己面部及表情的控制，这都是在控制。但是你们自己想想，身边的咱们就抛开乒乓球不谈，平常越是那种什么事儿喜怒哀乐的挂在脸上的，越藏不住事儿，越是什么事儿是都是看他面部表情看不出来的，可能他的心机就会可能相对比较深，把他心里能够藏得住事儿，是吧？人就能藏得比较深。但是你们自己想是不是？其实乒乓球也需要学这种感觉啊，好不好？我俩谁厉害啊？他厉害啊，他厉害，好不好？好吧，来，大家理解的觉得对你是有帮助的，咱们666扣一个，咱们666扣一波，好不好啊？球是圆的啊，谁输谁赢都很正常。